天狼星信息，关于做好协助他人的准备。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亲爱的人们， Salamat Jawi， 处于永恒的欢乐中，我们带着许多事返回，要告诉你们，我们地球的盟友伴随着首先改变全球货币，然后朝着建立一种新的治理形式的行动继续前进。这种双管齐下的攻击正濒临产出一个全球货币的重新配置，这是为了回归到真正的价值系统而铺平道路。法定钱币的终结是驱逐来自阴谋集团权力的手段，并且允许繁荣计划的交付，那会伴随着新的治理和你们个人主权的回归。这是释放你们来自几千年的债务奴役，以及倾向在少数人强而有力的权力政府系统的另一个步骤。这个过程必须在我们大规模登陆在你们最美丽的海岸之前。接下来的步骤包括货币的全面修订，以促进全球繁荣的蔓延。这些措施将导致披露和你们的扬声大师急需的课程，换句话说，是要让你们去创造一个为了我们而准备好的条件。我们的导师有一个盛大的任务在他们面前，被预先挑选的导师是要分配给你们的，轻柔地引导你们去全面地了解你们真正是谁。这初步你所瞥见的是关于全意识的一切。这个特别的存在状态是天堂不断创造和物理性展现的方式。因此，我们每一个来到你们回归到神恩典这种状态的人，都会很高兴地运用经由天堂去履行他无数的法令。我们很荣幸经由这些责任和勤奋的工作，看到每个法令都成为现实。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物理性事物的神圣助手。这最令人惊奇的环境正是为了所有的物理事情，它充满着无限的现实，每个都遵守一套特殊的规则。像你们一样，我们也存在着这种现实。我们的礼物就让太阳系返回到它先前作为五D现实的状态。这会允许你们去帮助 Onkara 早先 3D 的孩童去发展他们自己的光体。对你们来说，神圣的服务实际上是一项行动，那是要确保长期银河战争的最后残余，并且把平安和喜乐带回给他们。其中一些新的星际国度距离你们的家不到80光年，你们将接受到喜悦。这些人终于解脱影响他们日常生活很深的感情的痛苦和悲伤。那些目前来协助他们的人对你们呼唤带领他们到全意识的要求，天堂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家在很久以前就教导你们亚特兰提斯的祖先，你们是如何急剧地坠入 3D。 这黑暗契约大约在15000年前被完成。你们的祖先被关在拘禁的特别实验室，然后送到你们星球附近的一些相关设施。当亚特兰提斯大约13000年前被毁灭时，你们被他们释放了。你们的全意识回归终于可以结束这个残酷的实验。正如你所看到，一旦你们新的星系国度正在形成，你们会有一个初步的任务要去执行。我们在这里移动你们进入全意识，把你们介绍给你们阿加森 Agartha 星号译著，传说位于地球核心的城市，俗称阿加莎、安沙尔、阿加森表兄弟，以及训练你们全意识的礼节。完成后，你就能够开始执行你们作为银河联邦成员的神圣服务。
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拥有一系列独特的能力，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去形成你们新的星系国度，以及开展你们第一个现身的教学任务。当这一切完成后，你们就可以开始服务于这个星系，经由包括被列入特别代表团，开放与其他星系的会谈，关于在我们不断增长的跨星系联盟去扩大会员。这项活动仅仅是打开了你们这个星系新的星际国度巨大可能性的机会，很多事已在这里发生，那是现在要为你们产生喜悦的重点。成千上万的星系已经加入携手分享技术，交换他们的文化，从字面上来说，有数以亿计的人意识到彼此，未来确实是光明的。问候，何时？我们是你们的扬声大师。你们，亲爱的伊们，生活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天堂会保佑你们，伴随着繁荣、新的治理和你个人的自由。你们的世界正伴随着喜悦迅速增长，因为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成为有天赋的人。有福的伊们，繁荣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目的。运用这些祝福来推进你们世界的状态，互相帮助，共同的使用这些机会去改变如何让这个王国运作。我们打算不久来帮助你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工作的。你们也需要天堂的理由，为了这个神圣的正确时刻去转变你们每天所习惯的时间和资源的方式。亲爱的，你们在一起会是强大的、坚强的，致力于去创造更加亲切、更加柔和的现实。这个现实准备去体现了，根据你们的行为，一种新的、更神圣的境界能够确实出现。让这个奇妙的时刻成为实现你们梦想的开始。当你努力实现这些梦想时，记住他们会伴随着彼此发生，疗愈你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并记住，天堂也希望你是最好的。我们在一起会是一个神圣的团队，一切我们都牢记在心，繁荣会在你们面前出现，运用这种繁荣来创造自己的奇迹。要开始深深地相信你们彼此是相连的，这种集体的能量是疗愈的能量，并且会建立在你想要实现的奇迹上。这些共同的能量能够疗愈这颗星球，疗愈你们的社会，最重要的是疗愈自己。明智地使用它们。我们的伙伴为了这快乐的片刻，小心地收集和掩藏起来这些礼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你们要明智地对待这些礼物，准备好去执行帮助他人的行为，准备好去使用你们的繁荣，以积极的方式改变这个境界。当你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这些未来的日子，要时刻铭记自己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责任，做出贡献，尽你们所能的去改变这个世界。在你内心深处知道是如何铭记，让你必须如此。这些礼物不只是为了自己，他们需要被共享。即将发生的事是为了积极改变这个全球社会，并且引导通向自由，让你们成为银河人类。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人类已经走了几千年的漫长道路，这条道路是导致人类全球性的提升。我们在欢乐中注视这些发展。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练习我们每天所体验那奇妙的喜悦。有限的现实的恐惧会被全意识的无限满足所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今天我们继续着我们每周的讯息，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许多美好的事物都准备好去体现。要亲切，要感恩，要谦虚，忠实地开展你的喜悦，并且彼此帮助，准备好去解释其他要发生的奇迹。你们并不孤单，我们来改变你们和你们的社会，知道吗，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之中。谢谢收听，感恩祝福。